今天我们第一份礼物要献上的是蜡烛，感谢基督之光照耀我们，并祈求永生之光引领无神父回到天父的怀抱。第二份礼物，我们要献上鲜花，感谢天主的一切美好，让我们分享了天主创作的美善。第三份礼物，我们要献上是象征我们堂区三个部落堂的代表旗帜。第四份礼物，我们要献上经书，感谢吴神父在堂区服务期间翻译了许多经文。最后我们要献上饼酒，感谢主基督建立圣体圣事，让我们能与基督相结合。
重启里，各位弟兄姐妹，请们祈祷，望全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吾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全能永生的天主，你的仆人，我们的吴淑平不堕落神父，曾矢志追随基督，并忠诚奉献主的圣祭，现在我们恳求你广施仁慈，赐给他借此月奥基如愿以偿获得救赎，并与诸位圣人圣女们在一起参与天国永恒的盛宴。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基督是世界的救援，人类的生命，王者的复活，所有天使借着基督朝拜你，在你面前永远欢欣歌唱。求你恩准我们也和他们同声欢呼。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
请肃立。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记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新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你卑微的仆人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垂念你的仆人，我们的吴淑平、Peter 神父、博多路神父，你从人世将他召回，他既因圣喜和你的圣子一样的死亡，也求你也使他和你的圣子一样的复活。求你全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全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全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童真龙福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宣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神圣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基督，你曾对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主的平安常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彼此来互助平安。安，耶稣教平安，中朵平安，好，和神父平安。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Sanctus be now, Jesus, Mother of thy King, to Sukalingang namin tiyal inakto isang. 灵烛咏21页，灵烛咏。主说，我就是生命，就是复活，
谁相信我必得永生，并不受审判，而将处死如生。请坐。在我们领圣体的时候，我们会有圣母君会带领神父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请所有的教友就地好就近领受圣体。
请起立，请大家祈祷。上主，你借这共荣盛世赐给我们在基督内团聚的保证，求你把圆满的救恩赐给你的仆人，我们亲爱的吴淑平博多禄神父。你既然他在世时做你教会广施救恩与慈爱的分享者，愿他现今在天上与诸圣一起共享永福，并求你帮助我们团结一致，坚守信德，在世上继续仆传的使命，来日善牧和羊群都能欢聚天乡。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好，我们请坐。请坐。我们感谢各位的莅临来祈祷。那我在弥撒最后也愿意向吴神父的家属还有马利诺会所有的神父来献上我们的感谢虽然我们刚刚在新友祷词里面也分别为他们的家庭还有马利诺会神父来祈祷那我们知道吴神父有一个伟大的父亲吴金雄博士我们的今天的礼仪手册里面很多的话都是引用他父亲吴金雄博士的灵修的著作我们都很深的感动就是有一位这么灵修精湛的父亲然后产生了这个圣召我们也特别为他们的家庭来祈祷那其中有一句话我想我也用吴金雄博士的话来勉励大家也是相信吴神父所教导我们的世上没有比成圣更重要更大的事情因此人必须准备去付出最高的代价谁若想跟随耶稣基督而不愿意受苦就像要摘下天上的月亮一样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我想就是我们说吴神父的家教以及吴金雄博士的身教造就了我们吴神父的仆传的使命以及他一生那最后我也愿意用简短的英文来谢谢他们的家属还有在网络上所有参与弥撒的朋友们Dear friends, dear family members of Father Peter Wu, who have joined us through the visual medias,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here we are at the close of our Eucharist celebrations. We pray for the repose of soul of Father Peter Wu,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pecially thank the family members of Father Peter Wu and the members of Manino Fathers and Brothers. You have been generous in your gift of Father Peter Wu to the Church. You have made a great sacrifice.And the Lord surely awards you. We pray for you, especially at this moment of grief. We assure to continue our prayerful support. May the Lord grant you and the grace to imitate Father Peter Wu in his virtues. I pray for the mighty blessings of the Lord upon each of you.And that we may be able, like Father Peter Wu, to spread the Lord of God through our own lives. Let us remain united together in prayer until the day when we will all meet together in heaven. God bless you.
请起立。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上主赐给我们的无数平神父永远的安息，应以永恒的光辉照耀他。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门。玛利亚拉牡丹，加纳都因扎米沙，米格米扎。吴淑平神父行最后致敬礼。主礼祈祷。天主圣父，你借着圣子基督救赎我们，又以圣神指导我们，感谢你拣选了吴淑平博多禄神父做我们的牧人，他曾忠实地履行职务，给我们立下了爱主爱人的榜样。现在求你接纳他进入天上的家乡，得享安息。求你帮助我们效法吴神父，不怕艰难，善尽己职，并能彼此相爱与宽恕，关怀弱小，尊重文化差异，伸张正义与和平，以期待天国圆满的来临。天主，求你使世人因吴神父的榜样而认识你的美善，更爱人如己。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主礼献香。向吴神父遗像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成立